哎，Hello，听我说话吗？喂，Hello，听到你搭理我一下，Hello。好，好，那咱们准备开始这个今天的课程啊。听到我说话的话就好啊。好。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内容啊，今天主要讲一下关于代词的这个事情啊。那么，代词这个东西在指麦考试里面其实考的不算是特别多，换句话说，其实代词在指麦考试里面很少会出错。很多同学可能之前看到一些材料啊，包括看到一些这个文章啊，都在写关于代词指麦考试怎么考，但其实呢，在指麦考试里面代词出现的这个。该代词出现的算频率很高啊，但是它出现考点的频率是非常非常低的，因为代词基本上在题里不怎么出错，所以我们讲代词主要讲一些规则啊，包括这个指代原则要记住，这就可以了啊。所以考试里面其实关于代词倒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多可以说的啊。好，那么这里面有个名言嘛，就是你可以通过他的朋友了解一个人，对吧？那这里面就有一个代词叫 his，对吧？啊，一个名言里面会有一个我们要讲过的内容啊。好，那么咱们先来讲一些代词的基本概念啊。在整个的这个课程中，我会讲几条啊代词的基本概念。那么呢，这几条概念其实都是在考试里面经常会出现的，以及这个代词的一些基本的特征和原则啊。那么呢，大家都可以去记一下啊，这个里面考试可能都会出现啊。好，那么首先第一条也是最重要一条，记住这个代词的全称是代名词。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代词在这个不管是指麦考试还是在英语中，应该都是代替名词而出现的，而不是代替句子的。这件事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在读句子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代词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应该是看它的指代对象是哪个名词，而不可能是别的。那换句话说，咱们不会出现一个代词指代一个句子的情况啊，这件事一定要记住。好，那么底下有一个解释啊，可以看一下。那么这有一个经典的错误的句子啊，在指麦考试里面偶尔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选项，就是他说，你看他前面讲的是这个詹姆斯在指麦考试里面考的分很高，那么并且呢，他呢这个刺激了我，对吧？那这里面的话，这个 it 在。逻辑上啊，在逻辑上应该指前面这件事儿，就是詹姆斯考得高这件事儿，让我很这个有鼓舞，对吧？而这里面很明显啊，这个 it 是明显是不正确的啊，所以这句话是错的啊，因为代词啊，不管什么代词是 it 还是 they，都只能指代名词，而绝对不能指代句子。所以你看到代词之后，第一时间找它指代对象就完了啊，不要去认为它会指代句子啊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规则。好，那么。第二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啊，这个条其实它虽然比较简单，但非常重要，在考试里面你经常会碰到关于指代原则的事情。咱们在上一节公开课里面其实讲了关于修饰原则的事情，因为咱们上节课讲的是定语从句，对吧？那么在这节课里面，咱们要接触到的是代词，叫指代原则，请你千万要记住，不要把两者搞混。那么修饰原则啊，咱们上节课包括以前的课程中讲过啊，修饰原则其实是指的专门指代啊关于定语和状语的一些信息和特征。换句话说，只有定语和状语这两个叫修饰部分啊，咱们在之前课程里面讲过了。英语中一共六大成分：主谓宾、定状补，对吧？定和状叫修饰部分，其他的呢叫主干部分。所以说，那么。只有定状啊这两个部分才会满足修饰原则，而代词呢一般会指代名词，对吧？那所以说，名词呢一般是用于主语啊、宾语啊等等成分的，所以说一般来说，那它呢并肯定不满足这个修饰原则啊，应该叫指代原则 那指代原则是什么呢？记住啊，代词要指代一个在语境中逻辑上合理的名词，这件事儿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我们说代词啊，不是指代最近的，也不是指代啊，一定指身前的，也不是指啊什么同等位置的，都不是，而指什么呢？你可以变语境去寻找啊，代词那周边的语境去寻找，指代一个在逻辑上合理的名词，指代它就可以了。
这儿呢，我举了个例子啊，比如说这句话讲 "People play games and they are friendly"，这里面会发现画横线这个是一个明显的复数代词，对吧？那么它应该会指代它身前或身后。注意啊，代词不一定要往前指。所以咱们讲，当时咱们在上节课里面讲了定语从句叫先行词，对吧？因为我永远出现在这个定语从句的身前，而代词呢不叫先行词啊，它叫什么？它叫指代对象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代词不一定要指代它身前的内容，可以指身前，可以指身后，只要是语境中都可以指，这要记住。那么指什么呢？指语中逻辑上合理的名词。你看，这个复数代词身前现在呢具有两个复数，一个是 people，一个呢是 games，对吧？理论上两个都可以指，但是代词指谁呢？要记住了，代词指的是逻辑上合理的名词。换句话说，你看一下逻辑上，谁能发出身后这个 be friendly 这个状态，谁就是我的指代对象。那这里面很显然，只有人可以友好，游戏是不能友好的。所以这里面啊，代词 they 肯定会指代 people 啊，不会指代 games。这句话里面啊，这个代词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咱们在指代考试里面其实啊很少会出现指代歧义的问题。什么叫指代歧义？一会儿咱们再说。只能说在考试里面其实代词是很少犯错的。那很多同学可能记了一些基本的代词的概念，什么同格优先呀，什么就近指代呀，这些通通是不对的啊。代词指什么？把这个原则记住啊，这就足够了啊。啊，指代逻辑上合理的名词啊，这就足够了，没有其他规则啊。好，那么咱们刚才讲到了啊，说这个代词呢，要这个有时候可能会有指代歧义的问题啊。什么叫指代歧义呢？咱们这给一个基本的概念啊。这个概念呢，并不是关于指代歧义的概念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关于这个代词的一个基本原则，叫什么呢？叫代词只能有一个指代对象啊，是这个基本原则。换句话说，在一个句子里面，或者说一道考题里面啊，咱们如果出现了一个代词的话，这个代词呢是只能指代它这个语境中啊一个逻辑上合理对象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在语境中有两个以上的词啊都在逻辑上合理的话，那么这个选项就是一个错误的选项了。那这个事儿呢其实非常简单。举个例子，那你比方说，说呢这个啊，当呢游客们第一次到达这个新的景观的时候啊，当地人认为呢他们是非常幸运的人。好，我画横线了三个词，最后是个代词 they， 对吧？这个 they 呢会指代它语境中一个逻辑上合理的名词。你会发现这个 they 呢指代身前两个划线部分，一个是游客，一个是当地人，似乎都是逻辑上合理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都可以发出 they were very lucky people 这个状态。你比如这话可以这么理解，是说当游客们第一次到这个景观的时候，当地人认为这帮游客是非常幸运的人，可以吧？因为呢游客们可能地方不好找，所以说呢那么你能找到这儿，说明了你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人，对吧？好，那么也有可能啊会理解为第二种情况，就是当地人认为他们自己，你比如说这话可以说，当游客们第一次到这个新景观的时候，当地人认为他们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人，也可以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赚钱了嘛，那游客们来了，那自然我们就可以赚到钱了，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可以非常的幸运。所以呢，这个 day 可以指代游客，在逻辑上啊，合理的是游客，也可以合理的是 locals。所以这里面呢，两个都可以发出生活动作，那自然这个 day 就有问题了啊，它叫指代歧义或叫指代模糊。但是注意了啊，咱们一定要记住啊，不是说复数代词会指代身前任何一个复数，并不是啊，它会指一个逻辑上合理的。只有当在语境中有两个以上的词在逻辑上都合理被指的时候，那么它才会有指代模糊的问题。那么实际上咱们在芝麦考试中啊，包括这个在实战的考题里面啊，出现这个指代歧义的问题的选项是屈指可数的。所以说你甚至可以认为这不是一个考察的点，只有极个别考题可能会考察这一项内容。好，那咱们来举一个小例题啊，这个例题呢其实就是考察这个内容的。那当然了，这种题并不多，不过呢见到之后你知道这个原则也不吃亏嘛。好，老规矩啊，看一下这个题，看完之后呢这个打一个说我看完了就可以了。
好，我看挺多人都看完了啊。那么，这道题呢，其实是一道 OG 2018的新题啊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咱们最新的一版本 OG 里面，它去更新的一道考题啊。那当然了啊，这个我稍微加讲一句没什么用的话，跟咱们其实今天讲的点没什么关系。就是很多同学呢认为，他每年 OG 啊都会更新嘛。你看17、18、16，对吧？前面还有15，再往前是13、12这么来更新的。那么每一版 OG 的更新好像都在表示 GMAT 考试的一个趋向，GMAT 考试的一个这个风格的变化等等相关内容，这都不对啊。这个 GMAT 考试呢，之所以更新 OG，很简单，为了卖钱嘛。你想啊，你每年都那一本书啊，那你想这时候学长给学弟，学弟给学弟弟，再往后接着给是吧？无穷无尽。那这个道理的话，我怎么卖钱呀？是吧？那我只能每年更新一版。那么最多你可能17用到18年啊，那18年你就不能再用了吧？所以呢，每年更新一版，为了卖不少钱，你看 OG 也不便宜，对吧？那么它更新考题是哪里呢？它更新的考题啊，全部来自于它之前已经推译的考题。换句话说，咱们现在看到 OG 题，基本上啊应该是10年再往前数的一些这个考题了。而这考试大纲啊，当然不会随着 OG 的变化而变化啊，它这考纲啊。自从1950几年开始，这基本能力就没变过。他特别希望能把1950几年人的能力跟现代人的能力去做一个横向比较，那来去让商学院帮助他们来选择人才。所以的话呢，其实他的考纲啊，考的要点，除非题型换了，否则的话基本都不会变。因此，他的更新啊，仅仅是为了啊，让你这个买一本书啊，就这么一个这功能，没有其他功能。它不揭示任何考试的变化，也不揭示考试的趋向。所以的话呢，咱们处理这个考题呀，如果你手里有一本 OG 的17或者是16啊，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再去更新到18了。那当然了啊，你现在其实完全更不用，原因是因为这个 GMATLAB 这平台里面都有这 OG 里面所有的这个题目，包括这个18的新题，所以你当然更不需要去这个准备这件事儿了，对吧？啊，那所以说，咱们再去这个看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啊，不要以为18就是18的这个新的趋势，那跟它没有关系啊，它更新的题呢。它的考点一般来说跟它原来替换那个题考点差别不大，但是呢也有可能有区别。所以咱们在 OG 里面，其实啊任何一个这个来源的题啊，包括 OG，比如这140道题，那它就覆盖了所有咱们考试里面的难度和考点。那所以 OG 也并不简单，OG 呢也并不说考点就少，这不是。那只要咱们看的方法对，看的原则对，那么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考题啊，所以大家不用去紧张这件事情啊，这个非常非常好理解啊。所以别激动啊！好，那这道考题呢，非常容易嘛，咱们读一下题啊。题目说呢，这个有一个印度的这么一个数学家啊，他呢谓动词是 mile 对吧？他呢这个记了很多他的这个公式，那他研发了120个公式，给了3个不同的这个英国的数学家啊，因为欧洲的数学相对来说会比较的这个先进是吧？那么是一个分号，后面一分句啊。只有一个人啊，这个叫 G.H. Hardy 啊，这个人呢，他呢认识到了啊这些公式的一个 brilliance 啊，就是他们的一个厉害的地方，对吧？就是厉害啊。那么说，但是呢，由于这哥们儿的一个认识，所以呢，他这个印度人呢，最终啊，他被选择了一个什么皇家的一个职位或者是一个这个身份啊。好，那么这个题呢，读起来问题不大，看看 B 选项。那 B 选项这块呢，有一个代词叫 day，对吧？这个 day 是一个复数代词，它应该指代语境中逻辑上合理的复数。换句话说，能具有这个 be brilliant 啊这个状态的，其实都是可以被 day 所指代的。你会发现呢，在逻辑上其实有两个词都比较合理，能发出这个状态。一个呢是这些公式，因为公式本身是可以非常的有这个前瞻性，是可以非常聪明的，是吧？是可以非常厉害的。那另外一个对象就是这个3个不同的英国的数学家，人也是可以叫 brilliant，可以聪明，对吧？人也可以聪明。因此的话，这个 day 它的身前有2个复数名词是可以被指代的换句话说，这个 day 就指代歧义了指代有毛病因为呢，我也可以指公式，也可以指这个数学家，那这是不合理的逻辑上呢，这句话讲的意思应该是说。这个他们认识到公式是非常的这个有这个前瞻性的公式非常聪明，对吧？那所以他用了 this theorems
这是没问题的啊，这些公式，那这当然没有问题了。所以说，这里面只有 A 选项是个正确的啊，这 B 选项是因为代词的问题而出现了问题。那么还是话说回来啊，不要把这个点，看那么重要，因为咱们在考试里面其实很少有题会像这样的方式来考咱们。还是那句话，这 OG18 虽然把它新更新进来了，并不代表它就重要了，是吧？只是说有个别考题可能会涉及到啊关于代词的考点，那么你知道就可以，反正你知道也不亏，对吧？不要把它认为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。你代词里面其实只要记住两条，第一条叫代名词，要指代名词；第二条呢是要指代一个逻辑上合理的对象，这两条是最重要的啊。那么这个点呢本身知道就可以啊。好，那我相信呢这道题可能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，这个题其实也比较简单啊。好，咱们来看一下，往下看啊。这个代词的接下来基本概念呢，代词其实再细分一下，可以分为普通代词和不定代词啊。这个你叫定代词也行啊，就是定代词和不定代词。但是呢，基本来说咱们就是说分成这个代词和不定代词啊，这么两种说法。那普通代词你比较好理解啊，就是像 I 啊、You 啊、His 啊、It 啊、They 啊这些啊，单数或者复数啊，人称代词、物主代词这些啊，包括反身代词啊，都算是这个普通代词里面的这个范畴啊，都可以。那么普通代词你注意，咱们刚才讲了啊，叫代名词，它的指代对象为语境中出现过的名词，咱们刚才讲过了啊，身前身后都可以。那么要记住这一点很重要，它会继承这个名词的所有属性。代名词它是代替那个名词出现的，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本身这个名词啊，我本来可以写这名词，但是我发现呢，这名词老往复出现的话吧，比较难受啊，不好看，所以怎么办呢？这个我呢就写个代词，让你觉得这句话更美丽一点，就这么个作用。所以它是代替那个名词出现的。那么既然它是代替名词出现，那自然它就会具有前面或者身后啊，它那个指代对象的所有属性都会被它所继承。所以你看的时候要注意啊，这样的代词啊，它会指代或者继承之前的任意的属性。好，有些考题会测试你关于这一点点的内容的一个理解啊，咱们来举个例子啊。好，这道官方题啊，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题啊，考的挺有意思的。还是那句话，看完之后呢，看完了给我看啊。
好，我把可能会都看完了啊。那这个我就来解释这道考题啊。那么这道考题呢，这个它的这个先读读题啊，题目说在81年，美国的小孩呢平均每周花2个半小时来做这个家务劳动。那么到97年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花了6小时每周来做这个家务劳动了。这个非常好理解，对吧？好，你会发现 A 选项这有一个复数代词 day 啊，用来指代前面的这个 children。而 B 选项讲的是说这个数据啊增长到了6小时每周，初看起来好像都可以啊，但是这个答案选的是 B 选项，A 是不对的。为什么 A 不对呢？就因为代词这个指代前面这个代名词所有属性这个特征，咱们来看一下啊。A 选项字面是这个意思，他说在81年的小孩儿平均每周花2个半小时来做这个家务劳动。那么到了97年，他们会花6小时每周来做这个家务劳动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咱们举个简单例子啊，比如说这帮小孩在81年5岁，是吧？这帮5岁小孩每周平均花2个半小时来做这个家务劳动。那么到97年，他们长了16岁，变21岁了。这帮21岁的小孩啊，如果他们还能叫小孩的话，啊，21岁小孩他们呢每周花6小时去做这个家务劳动。哎，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意思呢，虽然说语法也可以啊，但是在逻辑上显然跟这句话讲的意思不太一样。他肯定想比较的是两个不同年份、大概同样大小的小孩儿，对吧？他们的一个这个啊、这个花费时间啊，包括这个做劳动的这么一个情况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 day 就不正确了。换句话说，这个 day 呢，它会指代或者继承前面这个。Children 啊，它的所有的属性啊，包括在美国，包括在81年这帮小孩，所以就指前面那帮小孩，那当然会带来问题了，对吧？那么当然了，你想把 A 改对也不难啊，你把这个 day 呢改成 children 啊就可以了啊，因为 children spend 巴拉巴拉，这里面2个 children 不一定是一波 children 嘛，对吧？那所以啊，这样的话 A 就可以接受了啊。当然现在的 A 因为用了这个代词，所以 A 选项呢肯定是不正确的啦啊，这么简单。好，所以这道题呢，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啊，关于代词的这个属性的问题啊，它会指代先前这个名词它的全部属性啊。那么这些基本上是咱们这个叫同物指代，对吧？那、啊、这个普通代词都是同物指代啊，指代一个啊先前出现过的啊这么一个名词，包括它所有属性。这块呢，我稍微加讲一个小内容啊。这个像 day 呀、his 啊、you 啊这些人称代词，或者是这个物主代词等等这些代词，那么它们都会指代语境中啊那个同物，对吧？同样一个物体。好，那么呢有一个代词是有一些情况可能会出现例外的啊，什么例外呢？啊，咱们看一下黑板啊，看一下黑板。如果你全屏看的话，你把全屏给关掉啊，看一下黑板。这个我举个例子啊。比如说，It is clear that we are好，看完这两个这个句子啊，能看到黑板吗？啊，把你的那个全屏啊，不是在我那个视频上啊，把全屏关掉啊，这个，然后底下呢有个黑板，还拉一拉啊，底下有个黑板，还有两个句子或者说两个词组吧，都可以了啊。这个第一句话里面说，It is clear that we are healthy，看到了吧？这个 it 呢，它叫形式主语。什么叫形式主语呢？这个 it 啊，它不是代词啊，它严格来讲不叫代词，它呢是站位用的啊，它是站在这个主语的位置上。啊，它其实是本来是个主语从句啊，应该是身后那个 that we are healthy 那个事儿 is clear 啊，等于是 it 看起来像指代身后那个从句一样，其实不叫指代啊，它叫形式主语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读句子的时候啊，希望让读者能先看到主干，再看到这些主干里面的那种细节信息。那因此的话，如果我的主语特别长啊，比如说主语从句啊，一个句子嘛很长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经常就喜欢放一个形式主语在那儿，干嘛用呢？目的就是啊，您别看不着后面那个细表结构了，对吧？让你先看到主干，告诉你这句话我讲的是那个东西很 clear，对吧？什么东西呢？后面有一个从句，对不对？所以 A 选项啊，不是这句话是可以考虑的啊。那么往下再看，说 make it possible to do something 啊，
这个 make it possible to do something，其实啊，这个 it 叫形式宾语，就是你想我们一般放在动词身前的叫主语嘛，放在动词身后的叫宾语嘛，对吧？那么形式宾语啊也一样，一个道理。它指身后的 to do something， 还是因为一个这个过长的一个算是个小倒装，也就是说，我是让这件事儿啊做这件事儿成为可能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当然是 make 这件事儿 possible。所以的话，那么我还是因为那个 to do 可能比较长，所以呢，我这放了个代词 it 啊，来去指代或者说叫站位，站上这宾语位置，告诉你了，我讲的是让什么事儿变得更可能啊，这个事儿呢可能很长，后面你再看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这个代词并不算啊，咱们这并不是叫什么实义、实物指代什么的，这个不是啊，这个就是个形式主语，它例外啊。除了这种情况之外，那其他的代词啊都应该是这个。保证我要实物指代的啊，同物指代。好，刚才我看有些人说这个 dose 行不行？其实 dose 是可以的啊。咱们现在讲的这个词啊，都叫这个普通代词啊，或者也叫实物指代的代词啊。咱们现在呢，讲一下什么叫这个不定代词啊。好，那刚才说了啊，代词可以分为普通代词和这个不定代词啊。所谓不定代词就是义务指代啊，我可以不指这个东西，对吧？我指一个这个东西的一个啊，这个同类的一个事物啊，并不是这个东西啊，就叫不定代词。好，那你也写了嘛？不是指名代替任何特定名词代词，叫做不定代词啊。常见的比如说 one 啊 ，each 啊 ，other 啊 ，another 啊，这些都算是啊，可以叫做不定代词。那么不定代词呢，基本上啊，你在指麦拉里面，当你在这个搜索框里面啊，键入代词两个字的时候，你就能看到很多我写的关于这个不定代词的属性和特征什么的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你在那个文字里面能看到他们都分别怎么来用。那么你看脸呢，基本能知道怎么来用。那指麦考试比较常考的或者说常见的啊一组这个不定代词的辨析，我这块呢特殊讲一讲。什么呢？关于 each other 和 one another 的辨析啊，这个你会发现在很多的考题里面啊，经常会有 each other。和这个 another 或者 one another 啊，这 one another 和 another 差不多啊。那咱们先把这个词掰一下啊。其实很多同学一直对这个 another 这个词呢不太了解，或者说不太理解啊，总把它给觉得特别难啊。其实很简单，这个 another 什么意思呢啊？其实你得掰开来看，是这样的，它是 an other 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，other 呢表示什么呢？表示一般就是啊一部分。other 另外一部分，对吧？那如果另外一部分是个复数很多的 others， 是吧？这个意思啊，这是一个部分 the other 或者 others， 对吧？那 another 什么意思呢？是 an other， 也就是说呢，它是这另外那些里面的一个，就是 another， 对吧？是这个用处，所以你这个得分开来看，你就理解了，对吧？所以呢 ，one another 和 another 基本差不多，那、啊、都可以用，表示的是另外一个，对吧？而 each other 呢，包括 other 啊，表示的是另外那些。好，那么所以说呢，这个 each other 和 another 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？其实很好理解。那 each other 呢，它用于两者之间。你比如说，这两者啊，不一定俩单数啊，可能是两个复数，只要我分成两组就行。你打比方说，这我有一个组的人，那组可能100多个人的，那没关系，我可以说这个一部分啊是干嘛的？比如一部分学 GMAT， 另外一部分学托福，是吧？那这里面其实就是算两部分啊，你可以用 each other 来表示啊，表示两个部分啊。当然了 ，other 比较常见 ，each other 表示是两者的对立面，对吧？这个其实都一个道理。好，那如果 another 呢，指的就是说呢 ，another 对吧？另外一部分里面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就是 another 啊，来去表示的。所以当你去看到题的时候，如果一个选项是 each other， 一个是 one another 或 another， 那很好判断，看一下。这句话里面到底是讲的是两者的互相，还是可能两者以上的另外一个啊？那么如果是两者之间的话，就用 each other 来表示；如果是啊两者以上的话，就用 one another 来表示。好，咱们举个例题啊，咱们看一下。还是一样啊，看上这道考题。这道考题呢，倒不是新题，不过也是道官方题啊。咱们来看一下啊，看完之后说看完了啊，老规矩。
好啊，咱们看一下这道考题啊。这道考题讲什么呢？它讲的是说啊，这个看起来像是有很多的一个天文现象啊，比如说这样的现象，是被什么引起的？这是谓动词啊，be caused by 是吧？被什么东西引起的？被什么呢？被 interaction of two stars 啊，这里面是说被两颗星星的一个反应或者是相互影响所引起的。好，这个 orbiting one another at a close range 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个定语，要学会要记住啊！这可不是个什么其他成分，是个定语，用来修饰这个 two stars 的。什么样两个星星呢？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互相环绕的。orbit 不是轨道的意思吗？对吧？动词讲就是环绕啊，互相环绕的这么两颗星星。好，那么你会发现考点在于 orbiting 是 one another 还是 orbiting 啊 each other 啊？这里面其实很好理解，因为是两颗星星互相环绕，这是俩东西吧，对吧？俩东西一个绕一个，那自然用 each other 啊比较合适，是 orbiting each other at a close range 啊，所以选的是 B 选项啊。你要是选错，估计是没看明白这个 orbiting 干嘛用的，对吧？以为是前面那个 phenomena 的事儿呢啊，不是啊，是这两颗星星啊它的一个互相环绕这么一个道理和情况啊，所以选的是 B 选项啊。好，那我估计这个知识点应该不算是非常难啊。好，那咱们再看一下另外一道啊，跟它也比较类似的考题。这个呢，其实是一道2018啊新区公布的一道考题啊。老规矩啊，看完之后给我写，看完了啊。好，那看大家都看完了啊。那么这道题呢，咱们把意思看明白啊，这个意思可能不太好懂啊。他说呢，在这个 t 这个地方后面是个同位语啊，就是关于这个 t 的一个解释，对吧？在 t 这个地方。好，那么它的主语呢是这个 dance teams 啊，就是这个跳舞队啊，跳舞组啊，代表他们自己的 chief 啊，自己老大是吧？代表自己的 chief。At the quarter of each other 啊，这意思其实是个状语啊，这是个状语这个部分啊，就是说呢，在这个
他们在这个另外一个人的宫殿里面，意思就是说，他意思是我们这跳舞组呢，代表自己的这个老大，然后那么他在别人的宫殿里面，然后呢，他干嘛呢？他会提供一些这个娱乐活动，跳舞队嘛，对吧？大家就是跳个舞啊什么的。那么他 in return for 啊，为了换取什么呢？换取一些食物和饮料啊，不是饮料，水。啊，就是说这个娱乐活动嘛，对吧？那我在你这儿给你跳跳舞，给你串个场子，那么你呢，作为回报，对吧？应该给一些啊食物和水什么。那时候可能还不具有金钱这么个单位啊，但是呢，也是一样道理啊，以物换物的时代，这么个意思啊。好，那么 A 选项是 each other 啊，B 里面是 another 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这里面的 another 或 each other 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在他们啊这个他们的这个 chief 的。啊，一些这个宫殿里面，换句话说，他们跳舞组自己没有什么宫殿或者什么地方，对吧？他们在哪儿呢？在的是他们这个老大的这个宫殿里面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他们在别人的宫殿里面啊，代表自己的这个老大啊，然后呢，来提供服务啊，来提供一些这个娱乐活动。那为了换取食物和水，换句话说，你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个老大，是吧？你不能以为就俩老大，那俩人互相找跳舞队，那不一定是吧？可能呢，他是在别人的宫殿里面。啊，来代表自己的老大来换取水和食物，对吧？那所以说这里面肯定说 another 才比较合适啊，因为这里面我并不知道啊是到底有多少个人啊，并不是两者之间的，对吧？可能是我就站在别人的这个 court 里面，那到底是哪个人我不知道，可能有七八十个人呢，反正是另外一个人的这个 court，对吧？来去表达这个自己的一个这个能力啊，然后来去换取一些这个。娱乐，换取一些这个水和食物，因此的话，这个题呢应该选的是这个 another 啊，不能选 each other，对吧？你并不是两个以上的另外一个，啊，你不能默认为就只有两个这个老大是吧？那不是这样的，不是两个部落啊，可能好多个部落。那么我站在别人的部落里面来表演我自己的一个特征，对吧？好，那这题选的是 B 选项，选的是 another 啊，这 one another 和 another 差不多，那，啊，都是这么一个的这么一个意思啊。好。那么来啊，咱们来这个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代词的课程啊，比较简单啊，比较简短。那么呢，我呢留一些时间来做一个答疑的问题啊，大家可以来问一下自己的问题，但注意啊，你最好不要问一个题，你这个题的话，大家其他人崩溃了，其他人觉得这个题也没啥用，你最好问一些，比如说关于你的备考呀，关于一些这个比较宏观的问题，那我来回答一下。然后那么呢，做一个互动啊，因为很多同学说了，说你这个课也没有互动啊，这个也白问是吧？啊，所以的话呢，你可以问一些你想知道的问题啊。那么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就会告诉你啊，包括关于比如做题的方法呀，包括一些考试的情况呀、考位啊什么的，只要你想问都可以问啊，随便你问。好，那我会找这里面先问的人来回答啊，我会把这个问题整理到旁边的这个黑板里面去啊。好，我看到第一个问题啊，就是问我这个速度怎么提高，是吧？我先把它放在那边啊，这样的话你让大家能看得到。好，第一个问题啊，问的是这个速度怎么来提高啊？这个速度呢，其实是很有一个像你说的很对啊，就是我这个速度一上去，我的正确率就不对了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你的速度一旦发生变化的话，你这个。做法和方式就变了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，就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啊，你千万不能说我这速度一上去，然后我做题方法就变了。很多同学这个毛病，就是我一旦啊开始这个速度提升了，那我的这个做题的方式和方法原则就有问题了。所以咱们一定要站在保持我方法不变情况下来提高速度。比如说啊，咱们就以这个语法题来举例子，语法题这个东西呢。我们很多同学，咱们下节课其实也会讲到这个问题啊。我们同学看的方式怎么看呢？是站在给选项挑错角度来看。我最近接触过很多同学啊，包括不论是一对一也好，还是这个面授课也好，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毛病，就是我站的角度不对。我特别喜欢干嘛呢？给选项挑错，因为他觉得天生啊，这个选项五个选项就只有一个对的嘛。那四个肯定有毛病，对吧？那我就批判这个选项，我站在跟选项对立面，我去来啊骂这个选项哪儿不好，我说哪儿，这就错了。为什么呢？可能你为了提高速度，你呢花竖着一看五个选项，竖着看五个嘛，竖着看啊，has has have have have。那如果除非这样的考题，否则的话，
其他考题都不是这样的啊。你五个选项可能有很多区别，你一旦竖着看，所谓提高速度，你就会干嘛呢？你就会找那些根本你不该找的点啊。咱们其实之前的课程也说过，直面考试语法题啊，五个选项啊，那么可能之间啊有100处区别，就比如说啊100处区别。那么这里面最多只有10处是你需要去判断的，换句话说，有90处都是捣乱的，根本就是为了干扰你而存在的。而如果你竖着看，为了提高速度，我就竖着看嘛。我找了很多区别，你找这区别点里面，90%都是跟这题没关系的，只有十是啊这个真正考点。那这样你提高速度，自然这个准确率就掉下来了。所以咱们看题必须要用正确套路来看题。那么你怎么提高速度？靠的是我对于成分，我对于句法结构的熟练度来提高速度。换句话说，你比如说，我以前看题独立主格得判断半天，是吧？那我现在看题，可能我这个独立主格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那这个定语从句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速度提高了，而你方法是没变的。所以看题要注意。那咱们下节课也会讲啊，咱们主要是看哪里。这题语法题尤其是看哪里很重要，你不会看就不会做，会看就不会错。这么一个情况，所以说咱们在做题的时候，哎，一定要注意我往哪里看。那么你的速度建立在你看对基础上，那么把你对于成分的判断啊，对于这考点的熟悉，这速度给拉上来。这样的话，你的考题速度就既快了，而且还容易提高，而且这样的速度远快于你这个去竖着看选项比那个差别速。你可能会记好多习语，什么哪个词儿加 on，哪个词儿加 in，哪个词儿加 to。啊，这些是典型的一个我们的错误啊，所以这件事儿呢一定要注意。那么它其实你的速度啊和准确率应该是相辅相成的，而不是速度一快，准确率就错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哎你这个这个题本身啊这个看法的不太对啊。啊，那我想我也回答好这个问题了。那你自己可以去如果你有空的话啊，下节课希望你来听一听，看一看怎么来去同时提高速度啊。好。我看到了这个有几个问题可以合并来回答啊，这个二四啊和这个六啊，基本可以一起来回答。就是我刚开始就准备考试，我应该怎么来去复习啊？这个事儿呢，其实非常简单。咱们复习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开始。咱们首先一定要切记题海战术啊，题海战术千万不要去干。为什么呢？这题海吧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比较直白，就是你打比方说，咱这考试啊，平均啊，咱们中国考生一年啊，这个考试的平均人的这个考试次数2.7次，就是3次吧。那你想，你考3回是吧？比如说啊，您要是运气好的话，一回考完了；运气不好就考2回是吧？不用考3回，是考2回。您第一回把题都做完了，您第二回怎么办呀？你有没有新题可以做了？那很多人很惆怅这件事，到处去找。但是你找那但凡不是官方题，这思路就不一样啊。那你这个，非常非常难去这个判断这个事儿了，对吧？那所以说，这个咱肯定不能去把题目都做完。第二呢，这考试啊，它跟你之前考的高考不一样。很多同学高考是靠题海过来的，他觉得这题海有效，对吧？非常非常有道理。但其实呢，这个直面考试不是这样的，它是一个跟思维更相关的考试。你只要把这个思维弄对了，做100个题，其实就能达到你所有考试能见到的情况了。因此的话，咱不用去做题海啊，不要去以题海来标准。那怎么做呢？其实你这个买书也没什么用啊。你呢，其实在这个纸面拉里面就能看到所有的最新的考题。我们呢会根据这个考试的情况来不断去改变这个我们的题目顺序啊，包括我们题目的内容啊。所以会帮助你最快的去跟上考试的节奏。那么你在纸面拉里面可以看到所有的官方考题。那么你随便找一个材料，那随便一个，只要是一个独立的材料，那都是官方材料。这官方材料里面这个题就涵盖了这个题型里面所有的知识点，因此的话呢，你把这个题点开啊，看一下这个题里面啊，它的这个题是什么东西，底下有我写的解释，那你可以在这个网站里面搜到。那么解释里面有关键字啊什么，你可以点一下看一看这个题目的相关内容。那么对你来说啊肯定会更有帮助，所以你以某一项开始，那么找一个材料，比如说 OG 就比较常见，是吧？这个 OG 这件事儿呢。这个你再点开纸面拉里面的 OG2018，对吧？从语法开始，先做语法的题，每道题仔细研究一下，为什么错，为什么对。如果你每个题啊，你研究这道题，你发现你这道题做对或做错的原因，是因为你新记了一个知识点，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这个题就白做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知识点啊，这考知识点就非常非常少啊，更多点在于什么？更多点在于你能去把这考试的步骤，包括考试的一个思维弄对。你需要通过刷题把思维找到啊，那么就可以了，而不是去记新的知识点啊。因此的话，咱们说开始准备怎么复习呢？非常简单，点开欧洲2018，从语法开始啊，一个月题去研究啊，看看我底下解释怎么写的，包括做题步骤怎么样。那么然后呢，一个题做啊，做完140欧律题，基本上你就找到了一个题型的做法。然后呢，把 CR 写一下，把 RC 写一下，那基本上就可以去自我的啊，去准备好这个考试的相关内容了啊。好，没要做完 GMLA 题库啊，做完这个 O-GMLA17 就行，18-17就行，不用做 GMLA 题库这么多真题呢，一共4000多个题，你哪做得完呀，对吧？别做那么多啊，做一个材料一个来源就挺好的了。好，然后这个第三个问题呢，说这个先考 Q 还是 V 啊？在这个新模式以后，也只有当新模式以后你才能选，是吧？那你选的话呢，我个人认为啊，我就是我自己啊，我比较喜欢先考语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精力是有限的，你要是先考前面乱七八糟那些呢，其实难度并不是很大，然后你还好精力，到语文这崩溃了，是吧？我觉得就比较不合适。它新考试三种模式可以选。第一种是标准模式，就是你之前都这么考，先是作文，再是 IR， 然后是数学，然后是语文，这么四项。那第二种模式呢，是先考数学，再考语文，然后是作文和 IR。然后第三种模式呢，是先考语文，再考数学，然后是数学和 IR。啊，这就是 IR 和作文。这个呢，我个人比较喜欢第三种情况，就是我先考语文比较合适一点，因为语文你可以拿最多精力对付它。你之后的模考，你自己不得模拟考试吗？你模考呢，一般我也比较习惯只模考语文啊，我给我们同学们都推荐这么来做，只模考语文比较省时间，因为数学也很重要，但是数学呢，你基本上模考模一两次就够了，知道这个节奏，然后把知识点搞会。那因为它考的主要是咱们的初中，还有这高中数学嘛。高中都没有，没什么啊，排列组合。那初中数学包括小学数学，你呢稍微去看一看，基本也差不多了。所以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特别重要。所以呢，跟你模考时候一样，先做语文啊，再做数学。你做完语文，你做得好，那基本上考试就快了，是吧？你数学只要做的稍微正常一点，后面两项你该怎么考，随便考一考，是吧？考得不高也可以，最后你的分儿出来就可能不会低。所以我个人啊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肯定会选择这个语文。但是我有一些。学员他们说他们喜欢先预热一下，拿数学找到感觉，然后再考语文啊。那我觉得这也可以，这是看你自己的心情啊，这看你自己的想法。如果你比如你是个慢热的人，你觉得我先考语文很紧张嘛，我这个可能做得不好啊，那我这个可能就可以先考数学啊，这个我觉得都可以啊，看看你自己的心情啊。好，第四个问题说这个老师做过的错题应该怎么总结比较好？错题的话你得分门别类的整理。啊，首先你先要先分成这个什么语法、逻辑和阅读，是吧？这个分门别类的去整理啊。然后，那么你做的语法题里面，你该怎么办呢？你呢，把语法里面你看一下，你错的什么知识点，你给它写下来。你比如说这道题，我错是因为我不理解啊这个状语跟定语的区别，是吧？那我就不会做了。那你把它记住。好，那么你看下一道题，以此类推，你把一样的这个。啊，这个内容呢，你放到一起，那这样的话，你就知道你哪些是有错的，哪些是你这个常错的，你一起竖着看一下，那自然你的这个错题就更有效率啊。那你之后就知道我哪儿经常错，哪儿我从来不错，那你以后做的时候做那些经常错的地方嘛，就比较合适，对吧？好，然后的问题是说这个可不可以穿插上面授班，然后在职，然后在国内外来回跑，能不能抽2天啊？这个是可以的呀，我们面授班是 rolling 的课，所以你可以在。任何的时间，只要你我们上课的时间就会出现啊，上下毕业都会有，那可以帮助你去最好的整理这个考题，包括步骤最快的速成啊。好，然后刚才说有一个问题是说作文是不是不算分啊？作文不是不算分，是不算在800分里面，一共呢满分是800+8+6，6分是这个作文，8分是 IR， 那个800是语文加数学，一般来说。这个北美的欧洲学校基本上都只看那个大分，不太看作文和 IR， 所以的话呢，你只要把那个800分保证，基本上就问题不大。所以作文呢，算分，但单算，所以呢，重要性呢不如那个800分来的足。你只要加之啊，它这个作文的给分标准比较宽松，考试跟这个 GRE 不一样，标准比较宽松，所以的话，你作文基本上写一差不多的啊，这个就可以写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分数了。所以的话。我觉得这里面你其实不用太准备它。我给我们学员都建议说，你考前一小时
准备一下就 OK 了啊，因为呢，你只要写的差不多，逻辑学的不错，那你作文呢分是不会低的啊。好，那这个没有问题啊，我们今天上到这儿为止啊，感谢大家参加啊，希望呢这节课对你有帮助啊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同学们。